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詹，现在我们站的位置是长荣路玉山银行对面。玉山银行旁边这里新开了一家大阪王将日式餐厅，里面有很多的拉面啊、炒饭啊，还有煎饺，是今天早上106年12月18日礼拜一上午11点开幕，所以我们就走过去看一看吧。现在是中午的时间，现在中午的时间，里面满满的人，装潢很漂亮哈。这个在日本已经很久的历史了，它外面也有那个一些餐的那个样本哈，很漂亮。到这边来的话，就有像到日本去观光一样哈，里面的装潢也是很漂亮，墙壁上的一些壁画啦哈，什么都很漂亮。好，欢迎大家来这边哈，尝一尝日本风味的大阪王将。Osaka Hoshio。